burn them. We 稍微的来研究一下对方的这个阵容啊。对方是锦瑟手啊，然后中路法师是穆家爵，辅助是爱丽丝，还剩十秒打凯撒，然后奎伦走打野。严格来讲啊，这一把对面不难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控场就只有爱丽丝，但是呢，奎伦可以秒我，图卡可以秒我，但是呢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很软，所以说我要秒他们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这一把的战略呢，看一下下路是凯撒路是不是？啊，好。那我们就针对凯撒路打吧。哎，我们家凯撒路是霍马尔哦，然后辅助是梅娜。哎，我喜欢这种阵容，我喜欢我们家的辅助跟凯撒路都是往前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可以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呐、啊。然后锦 VS 反正不好说谁比较有优势啊。对，反正顺伤高啊，但是呢，锦的手长啊。快点，等一下。刚想说图卡不见了，不会再偷吃我的红 buff 吧？啊，完了，下路。哎，小姐姐，下路。阿祖，不要挑衅女怪。下路出事喽！快点，穆家爵要回来了。OK。OK。哎呀，这个两棍就是直接带走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的魔量应该是够吧？上路兵线再带一波，跟你讲，这就是我要的经济链。哎，来，吃就对了。那我们这边大招直接开掉吧，因为我们等没有要来 gank 啊，我们等要来反野啊，吃野怪，是可不可以留给我最后一下的？我这样子好难过呀。OK， 鞋子买个攻速鞋还是冷却鞋？OK， 先把这个塔拔掉。这个美娜算了。看不见我，我来了。我帮中路防御。来啊，主卡，你再往前啊！想怎样？哎呦，对方的蓝 buff 好像要升了哦！来，我的局！进攻凯撒！看不见我！OK， 接着是王者，我们王者之后呢，嗜血攻吧，我觉得嗜血攻这一把可以来冲一下，因为毕竟这一把就是跟对面硬碰硬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这太过分了吧！等下奎伦的下路，来啊，奎伦，你有种你来挑战我好不好？我让你看看谁才是打野界的大哥大，好不好？悟空 VS 奎伦，来，来，啊，来，主卡要来了，我们先走。哎，主卡有没有来？看不见我！来，断兵线，断，然后接着呢？接着把打野刀卖掉。
我来喽！我来喽！嘿嘿嘿嘿嘿！在干嘛？肥瑞，你倒是去抓凡人。小费收的不错。跑哦跑哦跑哦，受不了喽！回血！发起进攻，抓掉对方的锦就好了。还有主卡是不是？我有隐身奥义。主卡，来慢一点，我们这边缓缓。嘿，看不见我，开开，给你个。嘿嘿嘿嘿嘿。好，搞单子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You have defeated an enemy. 隐身奥义。你死了几个人啊？死神镰刀先买一下吧。凯撒还未刷新，正义我方。诺马尔还未刷新。我先秒掉对方爱丽丝呢。我有，开开，给你来了。好好好好好，可以，不要！好难打呀！我已经27杀了，能不能让我？好好的结束这一场啊，不要这样子互相摧残了，好不好？阿鸟维哦，提着我们的棒子，我又是一条好汉。我真的很想跟这个奎伦说声抱歉。来，这边准备进场，来，再来一波轰炸式、炸裂式进场，好不好？轰炸肌肉！看不见我！哇！这个不行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快点！不会的。凡恩，你还在睡呀？凡恩啊！这个塔本塔都要没啦！快点啊！还在丢，你还在。有了！哦，金牌刺客呢？这不是盖的，是不是？看一下我们这一把打了多少输出啊！这个奎伦不要怪他了，他是被我有针对性的打击。我是有在针对他在玩的，所以不要怪他。29杀，把凑30杀，37趴的伤害，哎呦，好恶心哦 ！Jack it up。